我的名字是江心蓓，我学到了适时的断句，然后更有自信的在台上发表。望行老师教的 PREA 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分享事件，还有画心智图，让我们学习团队合作。在我前四天的课程，我最印象深刻的是美姿美仪课程，它让我的站姿、坐姿及捡东西的姿势变得更加的好看。我来到了 TVBS 大楼，我觉得很新奇又很有趣。我们发表了我们的稿子，才知道当主播是多么不容易。要播出一篇好的新闻，不是只有主播一个人的努力，后面也有导播、编辑、记者、摄影记者等等的人在帮忙，才能让一篇新闻完美呈现。每天我都坐在客厅看电视上面主播在报道新闻，让我也对主播有产生了兴趣。未来不管你们想不想当主播，也欢迎来参加这个营队，很好玩哦。